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国战娱乐，希望大家喜欢啊。那么今天的国战娱乐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今天国战娱乐由这个绝缘的暴风雨、仲晓、一片风月、长歌夜未央、猿狐、红尘摘星、梅黑桃教主、旭瑞、九区方若曦、月月如、叶泽恩和你们的爸爸提供的素材啊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。月影啊，先来看月影。第一局连环月啊，连环月。那么第一局的话，连环月打的还比较久啊，25分钟。我们看一看啊，棋手那边一号位无中生有，甲乙以逸待劳，然而也就一个甲乙，没有别的装备了。那边仅一挂棋，知己知彼，来底库交出来。看了一下副将啊，副将啊，好，那边九上盲车哈，那可能就是魏将喽。啊，三号位这么。浪啊，这么浪，可能就是魏将了。四号位没有动，五号位的话看一看，知己知彼。那六号位的贞洁啊，节操都被人搞光了，搞光了。那么看了一下，飞位啊，飞位，吃我一击，嘡！小诸葛啊，老公啊，老公挨欺负了，我们这个怎能忍受？当然现在没必要出来干吧。锦衣挂旗，过个栈桥，拆一下刀。哦，拆一拆不要紧，一拆这可能三连位啊，三连位。那么马老板一出来，决一死战国家啊，并不是司马，哈、啊，曹丕啊，果然是大位啊，果然是大位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的计谋被识破，肯定要给他刷的啊，肯定要给他刷的。一号位也打出了无懈可击啊，这是四个位吗？哦哟，这大洛神啊，大洛神，为我所控，不太好打了，不太好打。这样的话，四位一个联动的话，有点蛋疼啊，有点蛋疼。这边看南蛮，早晚要还蛋。那我们已经极致已经酝酿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肯定是要出来动的，现在没必要藏了。大国抱团嘛，决斗掉血呗。哦，好，老公保我一命啊！老公保我一命。哎呦，这冰娘就坑爹了。而且这冰娘到时候改判的话，教主先改啊。司马的位置非常好啊，司马的位置非常好。这个教主就热狗了，改判都是啊，教主先判，司马后判啊。过拆桥，拆冰娘。看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。这打的是什么鬼啊？这打的是什么鬼啊？这也不补一下？为贤为德，能夫与人。这刚才魏国坑爹的一下，吓死人了。哎，天过啊，天过，但是没有锦囊爆发，也是比较蛋疼啊。张八一拍，拍一下典韦，马老板被翻面了。刚才那边的话还有大洛神，司马的。哇，最后还要改判呢，还要让乐，不知道能不能改判。天命，并没有，哈，乐中好评啊，乐中好评。那么，但是教主啊，这需要配合啊，打，需要配合啊。哦，寒冰一敲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司马的行动能力就被破了啊，而且他不敢砍教主啊，这个时候不敢冒险。砍曹丕，翻面呗，翻了我们啊，翻了我们啊。我们感觉已经成为了主力输出啊，主力输出，打了马腾啊，打了马腾，曹老板出来了，那么简一锁锁连环，雷杀，司马要改了，司马要改了，天命，是我一击，哎，整体这个不好打啊，而且我们是被翻面的，那这样的话肯定是啊。全属两家被魏国正面操啊，正面操，以逸待劳，再次换一换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啊，感觉。哎，远交进攻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，有可能带真迹一发，决一死战，决一死战，再来。哎呀，这个就可惜了，最后一发啊，最后一发，还有逃，没有办法了，马老板的人头可能还要被带。九鲁，哎呦，这九鲁。急救了一发，但是小诸葛我们就救不回来了。无论是明知错误，
这样的话最后还有一个决斗也没有用啊，但是我们这边有个桃必须强行救起来啊，不能让真姬奶得太好。那么教主一刀直接带飞啊，直接带飞。那么最后三 v 三，马腾的话几乎是废人了，典韦杀一刀喷一刀就行了啊，喷一刀就行了。但是典韦的话拿了一个什么，典韦拿了个八卦，青钢剑也没拿，你这拿了直接喷人啊。当然华佗现在在的话还可以，还可以打，取你小命啊。啊，拿八卦是刚才有白银啊，没有看到啊。再杀再救，这肯定要救，有老夫呢。现在马腾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是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障碍点，天下大事唯我所控。当然典韦有距离应该来说打华佗更好一点啊，现在要把华佗的血线压下去是最好的啊，最好的。是。那么驱虎的话也没人可以驱啊，只能曹丕放逐。请一声，吾乃天命之子。哎，对了啊，你这个肯定要花压华佗的血线的啊。不压华佗的血性啊，这把肯定没法打。天命杀一刀是吗？改判就改判嘛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杀一刀，选择杀司马，选择杀司马。秉风筝之志，受谦退之节，在驱虎通之桌。不好意思，有 K 点啊，有 K 点。这个地方应该来说发给司马更好啊，你这两张牌你摸一张有什么用呢？胜造七级浮屠，这里还继续翻队友啊！我觉得啊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应该来说翻月英更好一点。你翻队友之后啊，少行动一回合啊，三个人的联动本来应该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，结果被你这一翻面就带走了。当然这里的话打了再翻回来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国差乔差我们啊，那就画马腾终究死了啊，终究死了。最后的话年奴突突突带走华佗，我们的话还有一个庞统啊，是我们最后一线希望啊，最后一线希望决斗九杀，那么主气能消亡，虚虎吞拿，瞬间要1v3四批模式。不好意思，有九再来啊，没了，那就是上一离可怜七百一代劳火攻，哼哼，桃子都不要，就是要锦囊啊，就是要锦囊。那瞬间你们一血状态，我就要带你们飞啊，顺水转羊难埋，极致到底啊，1v3，我们也是打出了极限啊，还好刚才啊涅槃之后啊两个九来的非常的赞啊，否则你要能逆袭其实也很难了，没有九首先你是活下来都成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的话，我们这边是庞统加小胖啊，庞统加小胖看一看吧。好，一号位大科技就直接亮出来，不怕没才骚哈，那你就去骚吧，人不骚枉少年哈，枉少年。那么二号位顺手转羊跳一个飞舞，那边看南埋可能飞舞，但是也不一定哈，也不一定。这边女萌的话清伤埋汰的时候杀肯定是有的是的啊，哦，那就直接跳飞舞了啊。带王看我的，还把我们队友给炸了出来，一亿大佬刷一波加一挂洗衣，最后的话杀闪逃基本防御都有了，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那边知己知彼打一个无限，想看人家没门儿，对吧，没门儿。乐不思蜀锦衣挂起来，那么吴国的话这样出来之后你们就呵呵了啊，二张正要坑队友了。晚见齐鲁，这个齐鲁的话感觉应该是飞舞啊，感觉是飞舞。以御外患，八号位直接掉线啊，这样的话二枪这就扬起来了，扬起来了，稍微有点蛋疼了啊。顺手转扬一个九操，三号位九自救，三年两人一拍祝融，决斗打一个无懈再无懈啊。那我们这里的话那边出杀，嘿嘿，砸脚了啊，砸脚了，全军透击南蛮，没有敢放啊，这个时候南蛮没有放。我貂蝉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二张反正你攒不了牌啊，那我就打女萌，何乐而不为。
洗牌，老臣直言，搜索连环，过河拆桥，那么彻底貂蝉活不久了。哦，还贴了牌给我们啊，纸笔，贴了个青钢剑。当然，这个青钢剑的话，对我们而言啊，没有什么，可以啊，还可以。桃子强行救了一下貂蝉啊，现在两个吴在场上。哦，这样的话，大吴群啊，大吴团体哈、啊，大吴抱团了。但是他们这个抱团啊，没有核心人物啊，没有核心人物。可惜八号位在那边啊，是充当了二张的粮库，稍微有点蛋疼了。杀一刀，我们是这一下没逃救了。马超有一个，尽当稳固内库，以御外患。再来大制衡啊！杀一刀貂蝉，头还有头啊！哦，那么小诸葛也出来了。那么这样之后的话，我们现在按着打，虽然出来两个吴啊、两个蜀啊，但是吴国肯定要扛刀子的。而且啊，这种局面很有可能就是啊。吴国顺势被掳掉，但是七号位有可能是僵尸猴啊，还是有一点难度。勒布斯鲁控一下小乔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啊。小乔红颜呢？羡慕吧，羡慕吗？五谷丰登，那么这个拿一个无懈打一个国无懈，你们浪，让你们浪啊！通通连起来，我们直接跳出来打了。小诸葛也没有无懈，那我们再来锁锁连环啊，冰凉控一个。冰凉控一个，那么希望小诸葛能够烧到啊！决斗，再杀，当冒死一剑啊！现在的话，吴将啊，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啊！哦，月英出来了，月英出来了。那么小月娘在这边有年弩远交进攻，哼哼，顺手赚羊是吧？我发给你的，我还要拿回来，哼哼，貂蝉。老公来嘛，对吧？以逸待劳。那么年奴突突突，僵尸猴吗？哎，果然，我绝不会倒下。来一个属性杀呀！燃烧吧，燃烧吧！黑牌可以，终于倒了啊！终于倒了，而且二张直接托管，那就漂亮了。这一单二五张牌到手啊，五张牌到手，再加上貂蝉六张牌，众谋溃矣。那么最后还有年弩突突突啊，还有年弩突突突。火攻的话，你小将你弹啊，接着，接着。当然这里有点危险哈、啊，还有八号位刚才是五谷自动拿了一套啊，自动拿了一套。再来九弩，再来，没了，那就乖乖的稀稀拉拉了。啊，八号位也不是队友啊。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，小宇宙。那这样的话，月影直接把节奏带下去了。相当于这里的话就秒了全场嘛。好，月银的娘场就到这里，我们看一下下一局。这一局，哎，我们就那就切换到老公跟他好基友啪啪啪的过程，菊花之交。三号位啊，三号位。那么那边知己知彼看了八号位的主将啊底库，那么我们这边啊老大哥出来了，那么挂上闪电南蛮入侵。但是这个闪电挂的真是啊，真是人有多大胆敢挂多大的闪哈、啊、知己知彼八号位这一下全被看光啊，全被看光。然后我们老队友的话在这边还盲狙一下五号位，通通连起来，可怜几百，通通连起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整体啊，一锁锁六哈、啊，一锁锁六。那么老诸葛的话，这个闪电可能要立功了，当然就看后面的人怎么打了。南蛮入侵打一波，我们直接可以替我挡着，哦，替我挡着。哈，还好没有锁一号位啊，这要是锁了小妖，到时候一弹就坑爹了。那么四号位刚才开了一个 AOE， 我们是直接选择了吊血啊，吊血。五号位的话挂上了白银，锦衣马挂起来，当行此劫，哼，哦呦，大 boss 啊，大 boss， 看我的厉害，哼，再来，无中生有，锦衣，哼，看我的厉害，
决斗。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雕虫小技。这里老诸葛一定要活下来啊！这一个活下来的话，哎呦，哎呦呦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小胖直接放拳一下啊！丞相助我回血，顺着乱阳打一个无懈。那么还好，还好啊！这样的话回复了两点体力，毕竟关心加这个再起还是比较给力的。那么他关心的话，尽量给我们一些好牌啊！给了一张啊，给了一张。看看是啥哦，神藤甲呀，神藤甲，死活可助我军大获全胜，国家凉血，五号位当然有白银一血，结果也还是个死。你有白银又如何？过多了。那么后面的话，上一里可怜起一百，再来骚，再来骚啊！这里万箭都不放了，是吧？万箭都不放了，来。国家又如何 ？BOSS 也要你飞啊！想想有的救吗？哦，那边桃子还有啊，那你七号位就死哎。那么继续锁，继续骚啊，继续锁，继续骚，大获全胜啊！那我们这里的话，直接嘿嘿，还不可以死。哎，可惜最后这里啊，就是差一张牌了，否则可以继续锁锁烧一烧啊，锁锁烧一烧。当然最后的话就是三合一咯，但是不要麻痹大意啊，小乔徐胜这边人家也有机会啊，我们现在是一血没防御了，一血没防御了，当然老诸葛当然尽快的关心回血啊，今天下大事、直接两张牌给我们，有没有逃？哎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，那这样的话小乔应该来说我们只要能够回血之后就比较漂亮了啊，比较漂亮了。魏延这个时候没必要着急啊，没必要这么着急啊，大家都回血回起来再说。好、寒冰神器来了，神器来了，但是最后还打了两分钟啊，毕竟小乔的话还是有点难搞的啊，有点难搞。我 daddy 是刘备 my father 意思哈、yellow book 哈、吃桃，嗯哼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那我就敲一敲，顺手，以退曹贼，投降了哈，投降了就行啊。这一局我们卧龙凤雏应该来说还是骚的比较漂亮的，有老诸葛一个关心，直接怒送一个藤甲，这藤甲一送，一下大铁锁。那刚才是几个人啊？是六个人，十二血嘛。当然有一个白银十一血啊，非常漂亮。最后收了人头，再骚啊，再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怎么是刚才那一局吗？啊，不是刚才那一局，吓我一跳啊，吓我一跳。我还以为点错了啊。那么你点手亮，看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，这么浪，那我们就互相浪呗，无懈啊。无懈我们这里没有去啊，没有去，乐不思蜀控一下决斗的话，哎，他也离线了啊，他也离线了。那么那边的话三号位挂起装备啊，又回来了啊，顺着转眼往下下顺没有问题啊。哦哟，弓箭手出来了，此计上不到我，那我们这样要打无懈了，赶紧把八卦用起来。你的计谋被我识破了，弓箭手准备犯计，那我们就好、哦、司马出来好评啊，好评。那么整体大嘴的话就肯定是打工结束了，打工结束。哦呀，打脸了，打脸了，一荣俱荣，早晚要还的。那么这边的话还好啊，还好大马老板工资一发并没有什么发挥，这边的话司马互相两边搞，反正自己活不了了。呵呵，女巫又出来了，司马估计要跪了，三尖两刃刀，司马足啊，一荣俱荣。那么现在整体群雄占优势啊，占优势啊，我们这一局看看能不能如何发挥啊。接刀杀人，杀一刀离点也是个跪啊，也是个跪，真没有办法，人家猎人那个叫双刃啊，双刃，这四拳啊，四拳啊。顺顺阳拿扇子吧，毕竟是红牌。谁能挡我？不好意思啊，
凤雏岂能消亡啊，岂能消亡。那我们这样的话肯定是要一波锁锁然后火祭了，管是强弩呗，锁锁连环，不好意思有无戏，我上将不好意思有无戏，你的计谋被识破了。哦，他这里万箭怂了没敢放啊，没敢放，留了三号位一个，这个就是叫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呀吹呀吹啊，又生嘿嘿，祝融未言。那么这个九骚带走马腾真是美味啊，又回血了，又回血了，但是我还以为他要爆发呢，结果并没有啊。那么马腾被控住，吕布的话嘿嘿，特意留 K 点送你一波，我挡杀佛，那边又在清囊补一补啊，补一补。但这里的话决斗你可识得此阵，完杀了，完杀了。那我们队友在那边啊 1v4 应该来说很难了啊，这一把。那么注意这里是什么，尝尝我飞雕的厉害，这个飞刀就至关重要了，把华佗拼掉，而且拿一张牌，最后这边带着马腾裤裆汤弩模式，那边田丰有随侍啊，田丰有随侍，南蛮再一杀，再带着华佗，三张牌到手，田丰继续随侍。那么只要有杀，只要有杀，决斗再杀再来一发，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那么甲鱼啊，一直这个大招还没开，祝融现在还有三血啊，还有三血，那么杀一刀，注意啊，注意这个时候的话，刚才这里啊。甲鱼其实没有办法打了，没有办法打，他有万箭火杀跟那个乱舞都没开，你要注意他一开的话，纪宁一死他就随时而死了，所以他这个没有办法，已经是稳稳的被坑住啊，稳稳的被坑住。那么最后祝融这边，我竟然有南蛮啊，那一个南蛮，吕布一死甲鱼就随时而亡啊，随时而亡。这一局应该来说相当赞啊，相当赞，祝融也能逆袭，一般都是说月英大卫的啊，蜀国核心。那么这一个魏婴应该来说，祝融刚才的烈日啊还是相当关键的，相当关键的，拼一排拿一排，华佗瞬间光屁股，那样的话再杀田丰再崩血，好评啊，好评。好，既然刚才那一局啊群雄被欺负得这么惨，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几局大嘴局啊，大嘴局。那么这一局大嘴，大嘴甲鱼啊还是守卫啊，当然不是大嘴甲鱼，我说错了，是那个翘足甲鱼，那看来这一局不是我们主视角了，我们就这样按着过了。二号位装备挂起，那边的话以逸待劳，万箭齐发，撸一撸替我挡着，看来小乔已经把大嘴的手量给抢掉了，下次注意点，下次注意点。哦哦，这是魏将咯，又送屯田又送回血，这不是魏将就脑子有坑呢。决斗接着，这个决斗没有办法，你要么掉血要么就是弹，何愁不破敌。五号位装备挂起并没有动，六号位的话看一看无中生有，八卦就这样了，杀一刀未降啊，杀一刀未降。七号位，呵呵，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那我们帷幕的话肯定是要亮出来，全都去死吧。当然大嘴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对于我们而言的话，给我翻过来，没办法了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曹丕硬翻我们啊，否则我们即使大嘴啊打工不成功，我们也可以大乱舞带走全带走魏国啊，带走魏国。下次注意点，那么三号位玄玉还是没能跪啊，永不背弃，我最难受，全都去死吧。来电闪雷鸣啊，我们这里并没有啊，确实啊，这里注意啊，没有用啊，司马在我们后面改判啊，这个雷击是无效的哈。那么最后这一波就赚了，最后关键一射两张牌，三二五张牌到手，为我所控。那么我们这样的话还可以控一下八卦，周泰的话在炉，司马估计也要跪了，掉全跪啊，全跪。那么其他剩下的人应该来说直接可以带走了。那么我们现在雷击的话肯定是可以，越要补啊，
那么华佗还去补了一下刘浩给，哎，打一下周泰就可以了，打一下周泰就可以了，绝不会倒下，绝不会倒下。你啊，如果哦，那最后的话就直接结束了啊，直接结束了。嗯，早睡早起，方能养生。看好了，挣扎吧，在血和暗的深深里。那么直接一个九杀，还六个不屈还在啊。雷天下大事，随我所控。歌声，全都去死吧。全都去死吧！啊，这一局我们队友，当然我们的维姆啊，肯定是好评的啊。好，这一局，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局。这一局即使是继续测试角啊，不是主视角，那我们是董胖加悲哥啊，董胖加悲哥还可以。送死你去！那么现在蜀国跳出来，那这个即使全雄不出来 AOE 炸的话，那你这个蜀国也要扛刀子了，扛刀子了。那我们现在直接并没有向我们砍过来啊，并没有向我们砍过来，桃园开一个回个血呗。最后起扇子啊，毕竟自己刮藤甲可以啊，可以。那我们这个藤甲看来是有先进之明，要等大嘴了啊，要等大嘴了。六七位都没有动啊，没有动的话，猛货加一人王盲狙开起来啊！八号位、一号位，那么燃烧吧，小宇宙。三号位，你的计谋被识破。继续打无懈，哦，决斗队友出来了，佛挡杀佛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看一看啊，弃牌并没有高调的去打蜀国啊，并没有高调的去打蜀国。下家自己这边看一下一号位底库，然后就无动于衷。那边亮兵器吧，好，终于把这看来这最后一蜀啊，顺手转羊，谁能挡我？作死啊，作死！得个家，得个家！尝尝我飞雕的厉害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悲哥已经暴露了啊，悲哥已经暴露了。月老。华佗老头儿，老头儿啊，老头儿，那边万箭放一波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你可识得此阵？凤凰吧，凤凰还不出来啊？来骚骚骚呗，大悲哥，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我们当然主视角巴不得啊，他给我们烧到一血，顺手转羊打无懈。佛挡杀佛，带一下祝融弃牌啊，我们这边没有距离了，我们去这还有个蜀国啊，这就尴尬了，这就尴尬了。那么这个南蛮整体的话，全雄要崩了啊，全雄要崩了，送死你去啊。啊，刚才那个桃子是谁救的呀？一号位是用的桃啊，那么这样没有办法了，我们桃子强就一个，哦，狗货啊，神将啊，神将，酿兵器吧。那我们继续大悲哥翻面了，翻面了，呵呵，这边大嘴决斗杀一刀，最后还有一波关键的 AOE。那么狗货的话，这个时候肯定是不给了，肯定是不给。那么就看能不能带走祝融，带走祝融，那就是。滚雪球了，滚雪球，四张牌，这个时候就是己方队友越少啊，敌人越多，我们就越有利啊。主公快走，再来，你可识得此阵？那我们这个藤甲非常安逸了，非常安逸。那么这样在劣势的情况下，利用了狗货的一个大劫命，瞬间回过神来，最后秒鼠啊，崩大鼠啊，崩大鼠。你可识得此阵？那么最后还有小。小诸葛的话就直接没有希望了，没有希望了。放箭，放箭，放箭，放箭。好，那么下一局，那终于轮到我们主视角的大嘴啊！这一局的话选了大嘴马老板，剧本的话已经耳熟能详了。
不用多讲，就看什么时候跳出来扎一仗。那边的话骑手这么忙啊，可能就是魏将了。二号位的话一代劳刷一波，朱雀扇子挂起来，三号位哼哼，哦呦浪啊，给我翻过来炸出郭嘉，可以哦，哦咆哮，野人张飞在此，哦漂亮，再来，好 ，nice， 冠石就是要掳了你，呵呵，足了啊，足了，让你浪，让你屌兮兮啊，让你屌兮兮，结果就屌死了。这郭嘉信仰不足啊，没桃没酒啊，没桃没酒，八号位骑手有毒条四血将啊，大师来来来，见面分一半，吼吼，结果一换啊，炸出了大叔啊，大汉羸弱，唯有守城。那我们这边加一挂旗去桃园，场上感觉还有二张，那二张直接跳出，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啊，无鼠撕逼了，无鼠撕逼了，大师也开始开 A 了，哦。下家飞队友九鲁蜀将吗？弃牌，那么二庄这肯定是打工了，老朱朱哥神智回血，最后的话乐就乐，兵就兵，哈，老娘无所谓。九鲁赵云，你的家伙可厉害了是吧，裤裆里的家伙短短的。那么这里的话肯定可以换牌啊，肯定可以换牌，何惧于天下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只要摸两张，到时候再加上熊毅，甘夫人可能，甘夫人跟二张这肯定是扛不住的。赵云被乐，结果没乐中啊，也就一血没能回血的话，那我们只要两个 AOE 啊，这个可能定天下了，定天下。而且队友有神藤甲，我们这肯定要直接雄毅了。来弟兄们，我们的鸡回来了，这个鸡啊，这肯定要关键时候回来啊，直接杀一刀带走啊，带走。当然这里的话也没有黑桃，刚才其实可以刚才的话好像一臂之力啊，那就射呗，就射呗，反正就挨个死啊，你再救不动了吧，嘿，那么就是挨个倒。最后的话二爷的血线可能比较高啊，但是也是虚高，也是虚高。队友那边有藤甲，神藤甲你怎么办，那无中这么多啊，全都去死吧啊，队友还要救一下，还要救，不好意思不给收啊，不给收，给你收干嘛呢，这军威怎么能让你宰，弓箭手准备放箭，专注不打工啊，专注不打工。好，下一局，这一局的话我们这边是个大嘴邹氏啊，当然大家注意一下进度条就知道了啊，15分钟的话应该还是比较漫长的，对于大嘴邹氏而言的话，那么就看这一局我们如何打的吧。二号位加一寒冰挂起来，三号位观青叶天象，至于天下大事一张牌都不要，老子不屑啊，全放牌堆底。乐不思蜀弃掉了，南蛮入侵短一个，那我们直接出杀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四号位弃牌，五号位的话置之笔决斗啊，开始骚猪了啊，还乐不思蜀控我们一下，结果是群雄啊，还以为他是魏国，这么浪。那我们有机会挂刀还可以，顺着人往下加顺了一下，有减一，并没有去明顺貂蝉啊，并没有明顺貂蝉，那边顺手也继续往下压顺啊，有可能三连群啊，但是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八号位直接托管啊，加一啊，桃九都不要了。那边的话，一号位想成全他啊，不想玩就带你飞啊。那边又顺手乱阳啊，这都是顺暗的，不顺明的。逆天南和老诸葛这有多嫌弃他关心的牌啊，一张都不要，九扫。那么现在只要有男性角色出来的话，貂蝉肯定要调戏老诸葛跟那个男的啊。四号位继续没有动啊，说说哪个年欢，羡慕吧，羡慕吧。我们这边一代劳刷一波气，一代劳再刷一波，有八卦，好评好评啊。那么我们没有打激进的说那个
七号位还在打曙光，可能真是队友嘞。二号位九桃都不要了，管青叶天象，这是天象大圣啊！这回合终于要这个顶上的牌了啊！杀一刀，四号位不动啊，五号位的话这边砍一刀没了，大家都很低调啊，都很低调。那我们现在暂时出来动的话，也没有什么优势了。七号位那边过个寨桥扔掉，杀一刀八号位啊，杀一刀八号位。子界，八号位这么好的将面，竟然就这么弃掉了啊！那么李典跳出来，这肯定是要坑老诸葛的，肯定是要坑老诸葛的。万箭齐发那边的话啊，对吧？一个破里空城，二个让貂蝉有了调戏的对象。那你这老猪就要喝死你打了，何居小节。那我们直接注意啊，我们这里是有灌石，强掳了曹老板啊，强掳曹老板。这样的话，由于我们是按着打的，最后他肯定要送两牌，这个九杀耗了他的桃子，而且送了人情出来，最后再亮出来打，他也没有闪，也没有九桃了，最后再来邹氏出来。那我们这样的话直接肯定是一波带了，后面七位跟一位的话这边应该来说啊比较轻松可以带走了。华佗在这边他还有两张牌可以急，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，没有太大问题。我们这边直接虽然掳掉队友，但是后面的话一号位如果能射死也还算不错，而且这里是射的曙窝啊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就秒掉三个啊。应该来说最心机的就是这个灌石九杀骗离点的旺戏啊，这个心机的好评。你骗完之后的话，曹老板他后面防你这个乱计已经防不住了。最后还一个马老板，那直接一个乱舞直接带走了。这一局的话我们大嘴邹氏就是打了一个比较稳的大嘴邹氏啊，没有开浪啊，没有随便开浪，而是把握好时机啊，见风使舵。好，那我们下一局看一看是一个全雄，当然没有什么大嘴了。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三号位啊，三号位的话教主，一号位在那边锦衣挂旗并没有乱动，二号位五六开南蛮直接出杀呗，没有我们什么事啊。炸出了郭屁股啊，郭德纲。六号位七号位来还一个出杀吧。郭德纲手量啊，那当然他这边的话你要有什么粘弩啊，可能还不是，可能要骚人啊，但是不一定，看他发挥吧。锦衣秦宁宫不像有粘弩的样子啊，过寨桥拆下家加一，一打了刷一波。可以当气，乐不思蜀空一个啊。那么是我们队友独菜出来了。好、骑手摸牌有独条啊，三号位看他怎么打啊。火攻打一下郭将啊，那么可能是无将啊，可能是无将啊。嘟嘟啊，大师啊，甄姬跳出来一波偷，挪一个八卦送郭将。那么现在而言的话，肯定要全起攻位了。郭德纲跟甄姬。张合、这种武将都是比较恶心的，那肯定要打的，但是目前而言呢好打的肯定是在张合那边啊。四号位没有动啊，不过大家现在也不太敢动啊，不太敢动。你谁动那么郭嘉就去打谁，张合就去偷谁啊，甄姬就去杀、非常简单的啊。李典也被炸出来之后的话，乐不思蜀被乐无懈反打一波，胜乃可全。排队顶看一看之后弃牌呗，反正被乐中啊还算可以。张合的话开偷吧，哎呦偷我们了，这个就比较蛋疼。一波五谷丰登开出来，远交进攻顺手拽羊啊，那边继续打无懈啊，继续打无懈。巧变吕布纪灵的话肯定拼点离点打张合啊，这个肯定是这样的。而且啊这个无双摆在这边，甄姬这个闪啊他就肯定要慎思啊，慎思。这九杀这手里什么怎么鬼啊，九杀也不闪啊，这是一手的
当然刚才明的偷了我们一个桃子，这个万年放的还算可以吧，有酒有桃啊，这个明的一个桃子啊，明的一个桃子，天下大事唯我所控。当然这里我觉得啊，去把郭嘉让他卖血不太好啊，不太好，因为毕竟刚才啊甄姬都卖不动了。哦，这边开始杀群雄了，必须是魏将，小国的话肯定是看戏吃我一级怒吃菜，那么典韦的话这样吃菜之后三血将啊。刚才七号位啊，注意啊，我们刚才说过独条啊，木牌独条应该是李典呐，不是那个我的啊。以逸待劳，刷一波桃子也不要了，就留闪和黑桃。那么现在四位在场上啊，那么双头加马老板过河拆桥，甄姬跟典韦估计要被带了，接刀杀人不敢杀呀，决一死战。那么这个刀还是红刀，红刀啊，那张合还有桃。这你妈难怪刚才没有闪啊！再来，颜良温丑誓言，秦宁宫啊，明的秦宁宫，四张牌到手，最后李典直接离开了，没逃那就是跪啊，但是他有两杀啊，这个就呵呵了，顺手乱扬好评啊。那么农民基本是废了，基本是废了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九鲁灌石强弩啊，灌石强弩。那么最后的话，一带三双头的能力已经完美体现啊，活捉郭嘉，颜文丑誓言。再来拼啊，决一死战。哎呦，这砸脚砸的啊，火攻啪，竟敢上我，最后再来没了。当然也可以了，也可以了，国家的话是赶紧投降了啊，也不看这个乐，我觉得话赌一下乐嘛，赌赢了说不定啊，过牌有个牛逼的牌啊，你这个手里有难买，你不应该这么早的是吧，不应该这么早的。当然也不行啊，我们教主在这边啊，他没有无懈，我们教主可以改判啊，他也没用啊。没有无懈啊，是可以投降，没有问题啊。那我们这一局是队友双头神一波啊，神一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啊，那么我主视角驾鱼加双头，那么这个应该来说也不弱啦，不弱啊。骑手一号位开五谷，我们直接拿一个刀啊，装备嘛，先起来。南蛮入侵，何愁不破敌？何愁不破敌？看我的！哦，徐晃跳出来啊，拿你这大位要呵呵了，要呵呵了。顺手转羊打无懈，再打无懈，八卦拿回来，以一打了刷一波，北哥可以当气，是吧？那你这魏国估计啊活不长了。八卦拿过来，哎呦，可惜没有杀啊。续一个南蛮，杀闪基本牌留在手里。现在整体就是出来打魏国呗。哦，郭嘉也送了出来啊，来一个刀中。哎，没刀啊，没刀。呵呵，三鼠啊，三鼠，那我们就可以安心龟缩了啊，这肯定他们理不到打我们的。三位对三鼠，独菜甚至都可以啊，看戏了啊，看戏了。那边九何惧小节，没必要再给他们背个了啊。祝融顺手转羊，锦衣挂起来，南蛮开出来，这样独菜是要贵了，还好有桃啊，还好有桃。那么现在啊，这种残局我们是最开心的，手里还有个南蛮，开一个大招补一个南蛮，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。锁锁连环，这边还有火攻带血啊，火攻带血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那我们估计要出来了，哦，我们竟然没有啊，那看来我们是想把双雄的技能给养好了。最后的话，下一局可以起双雄，开大招，开南蛮，开双雄啊，这样应该是这样的啊，可以啊。我们主视角拿的非常的，还是有策略的，有策略，没有说见着残局就直接想上。刚才的话确实桃子也没有出多少啊，没有出多少桃子。那么曹老板的话，这边一个弯节应该来说对我们可能就比较关键了。好，桃子继续救，还有粘弩，可惜这一下没有了。当然祝融的话这边他活着也有可能吃菜了，吃菜了。哦，南蛮啊，这个关键的南蛮都送给了我们啊，你们是大国啊，要防 A 的，决一死战，开大互相掳，最后南蛮炸一锅，猛火他没有酝酿，没有酝酿啊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赚了，
赚了他的人头之后无中生有，还有南蛮再来，是吧？那这个猛火有点坑爹了啊，坑爹了。这一计给了我们，我就看错了吧？决一死战，再来，挨个的双雄战，再来，决一死战。当然，我们最后的话，双雄不多了啊，双雄不动了。月英的话，最后急切投降啊，急切投降。当然，我们还有可以一次双雄啊，他肯定是要带走的。这一局应该来说相当赞了啊，妙春场正宗妙春场。当然啊，这里的话要多得益于猛火啊，没有起祸手。好，那么群雄就到这里，我们进入这个集上魏国啊。那么这一局是。邓艾加郭嘉啊，邓艾加郭嘉，看一看七三张。下家的话，弓箭手准备反击，加一跟杀啊，草花杀那边托管了，四号位托管，五号位出闪，六号位挨一个闪打无戏，八号位也出闪，我们这边的话就就赶紧出来了。那么大嘴打工这个必须要成全我们，必须要成全我们。那边还有曹老板也出来了，继续卖，继续卖火攻带一血，最后曹老板哦那边也在救啊，也在救，结果被乐了，这就尴尬了。呵呵呵呵，谁能挡我？桃子继续救啊，就这样吧。南蛮这射不死人的，那么这样反而要送曹老板一波了啊，送曹老板。以至四方，四号位希望来个无戏，哎，对的，何愁不破敌？徐皇的话，哎，这个冰娘啊，这个冰大嘴，我觉得不如你冰貂蝉啊。大嘴毕竟已经一血了，你这个冰娘可能就浪费了，还不如送貂蝉那边。南蛮一放，对吧？这个浪费了，那么还是大嘴邹氏啊，大嘴邹氏，这是可能啊。这是想保队友，但是大嘴啊，一旦你用了大嘴之后啊，不管怎么打都要被人骂，你都双料嘛，那队友要骂傻逼，你不信量一个，你要单料嘛，就是刚才这情况，对吧？以至四方。好，那么这里啊，其他势力啊想动我们没动死，那最后我们手里还有了黏弩，就该谁占有先机，哪里走哪里走，锁锁连环啊，这里一锁锁三，一个九烧，直接一烧六血啊，一烧六血，后面还有黏弩，都不要我们放 AOE 了，来裤裆套路吧，赶紧让貂蝉投降吧。哦，最后还火攻啊，黏弩都没能用，哈哈，黏弩都没能用啊，不可能啊！这一局谁占到先机，估计啊，185这么打，应该来说是可能啊。想大嘴先出来，最后的话保一保队友，你比如说甲鱼啊什么的，那个恐龙啊先出来，最后啊再来啊。当然，邹氏的话，回合内得用技能啊，得浪费一张装备了。好，下一局啊，下一局的话，我们这边是曹丕加郭嘉，没有选郭德纲啊，我们竟然不喜欢屁股啊，不喜欢菊花之交。那么七号位一号位在那边，南蛮入侵，此计上不到我，上不到就上不到呗，是吧？南蛮入侵，我们的话这把就龟缩了，按着出杀，两个群雄出来，哦呦，又是南蛮又是万箭，这样的话忠孝为先，明示。哎，那么万箭一放的话，这里挨个的掉血无戏，我们看来是要卖了哈，看来是要卖了，翻甲鱼吧，一个人去地老天荒吧，没机会哀求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们这个放逐应该来说也整体是保存了大家的生命力啊。那边一个决斗，四张牌，我们肯定是希望他死啊，怒送我们呗，行伤，何乐而不为？我来为你入念，哎，还可以吧，还可以，有乐不出手知己知彼，大嘴终究还是要有大嘴，更待何时？那么大群雄这一波军粮发出来啊，有点蛋疼了。知己知彼，看完我们手牌有一九，那就看我们的信仰了，就看我们的信仰了，就这样了，
就这样吧，给一张沙发号位，那么黑牌给小诸葛啊去当吴邪用，可以，全都去死吧。好，打吴邪保我们啊，打吴邪保我们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八号位一死的话，来怒送行伤吧。比丧命更痛。哎，可惜不是队友啊，这个时候要是有队友的话，倒是可以送闪酒给我们、啊。哎呦，小诸葛也不够给力了、那么五号位桃子强行救过来，黑牌给小诸葛。这个时候就强行绑架小诸葛，你放你放，我们就无戏，对吧？哈哈，最终啊，最终这边还有一个野心家，还有一个野心家，哈哈，啊，这个就没有办法了，我命休矣。那我们这边还有桃马腾的话，大嘴这样已经撸不下去了，撸不下去了。小诸葛拿了这么多牌之后，而且有火器可以骚骚骚啊，骚骚骚，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。计谋被识破，这边无懈哈，打他们，最后也不烧了，也不烧了。那你不烧就是送我们了，我们准备裤裆掏炉，顺手斩羊。嗯，有没有锦衣啊？啊，有一个锦衣啊，有一个锦衣。但是毒菜不死，你杀的话，哎，顺光可以啊。那锦衣起拖，开始拖拖拖，嘿嘿，大家可以托管了啊，可以托管了。嗯，那么当然的话，先杀一刀，哎，裤裆汤炉，有 AK 别打了，那就别打呗，直接扔一个啊，甲鱼，而且送行伤啊，而且送行伤。再救，我来为你入念，远交进攻还要给你送火石嘞，火攻带一波。当然最后一发可以南蛮带了，有酒南蛮入侵啊！毒菜这个时候已经不怕他断肠我们了，来吧，我冤家呀，非常轻松啊，非常轻松。这里的话就是啊，依旧是老剧本啊，郭嘉那强行绑架小诸葛啊，谁让你们群雄啊这个人多胆大呢？那我们就只能保全一个人啊。好，再看下一局，这边的话是香香黄 K 啊，香香黄 K 老横推车通通连起来，好，上来这边就要玩 SM 啊， SM 锁锁连环，哦哟，锁到了曹丕的老婆啊，老伴儿，顺手转羊拿刀，万箭齐发，再撸一波，撸完之后呢，炸出了自己的公公，来，公公，老公不在家哟，杀一刀啊！但是庞统的话，毕竟还有一条命啊，可以续一秒。三号位，我们无中生有，挂起来，锁锁冲撞，吃桃。哎呀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。五号位，乐不思蜀，弃掉啊，弃牌，五谷丰登啊，五谷丰登拿桃，那边再拿桃。拿闪呗，庞统拿杀，我们就拿个切刀啊，冰凉并没有药。那么现在整体我们老汉队这并没有说上来就狂搞啊，狂搞这一副白队还是四十几张牌，大家呢五六七八啊，现在的话，当然八号位还没开始行动啊，场上啊装备还不太多啊，装备还不太多，所以的话有可能装备都埋在了底下啊，大家。或者说可以看一下这个统计啊，看一下统计。所以这边装备啊，大部分还都没有出来啊，没有出来。那边的话，直接庞统被带走了，突，惨死啊，惨死于裸衣之下啊！这个被男人的大鸡鸡给吓到了，没有办法，没见过世面啊，没有见过世面。过太桥哦，南蛮入侵再打一波，这样的话送曹老板。哦，曹老板不收啊，不收，打得比较保守了。过太桥盲杀六号位啊。那么这边骑手还有毒条嘞，过拆桥拆刀，我们的话接刀肯定是拿曹老板的，顺软羊拿人王，继续龟缩啊，继续龟缩，还有二十六张牌，这副牌堆啊，三尖两刃刀，手里还藏了一个南蛮入侵，曹老板这一下该收了，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，出杀，可以，六号位哦，弓箭手再射一波决斗。这边的话射可能不太好射啊，看他能不能带走曹老板了。我们这边的话他估计还会哦，乐不思蜀了，并没有继续再撸下去，当然刚才出了这几张牌也不是同人花色的，
没想到吧，没想到吧，还有十四张牌，那边装备都弃光了，粘弩还没出啊，粘弩还没出啊，注意啊，粘弩八卦还都没有出，加一码还有两张啊。走无死不瞑目，知之彼。嘿，哎，老父亲不要急啊，是我是你女儿啊，来出来吧，开始 fuck 了，还有八张牌，果然粘弩埋在最底下啊。在所不辞，那么有了粘弩啊，最后由以逸待劳，吃桃来，请鞭笞我吧。那么现在之后啊，排队重新刷新，我们可以跟老父亲啊在这边，接到二人肯定要把刀拿过来，睡也睡过了，最后的话挨个撸一撸。当然场上没有司马已经不用担心了啊，带走吕布啊，田丰就省了一劫啊，啊，随时带一波。那么再杀曹老板，杀了曹老板就是两张牌。胃疼啊，国柴脚柴八卦，三张牌的话肯定是能带走许褚的啊，最后留一个田丰不成气候了，最后再来一杀，可惜哈哈，可惜这里就没有办法了，人家有一闪啊，最后的话粘弩也丢了。我们以一血状态，还好乐众，还好乐众啊，那么猴子肯定要给我们啊。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啊，我们这一局的老汉推车打的就比较保守了哈。其实啊，我觉得我们主视角可能应该是记了牌的啊，记了牌的。场上一直看到啊，这里没有粘弩出来，当然不排除啊，有人刻意蓄粘弩啊，不排除这种情况。好，那么裸摸 AK 带翻全场啊，刚才就是埋在了排队底下的那个。好，最后一局娱乐局，看一下。看完就结束，看完就结束。统帅三军上来我们就手酿啊，然后偷一波，那么最后的话直接酿出来，非常的浪骚啊，非常浪骚。当然这个酒我觉得还是留着吧，留着吧，你那么着急输出干嘛呢，酒而且对你这个国家还是比较重要的。三号位挂起了闪电啊，四五位没有动，那边六号位的话接刀杀人，南蛮入侵打一波啊，我们就这样吧，直接卖了血。这个卖血稍微有点浪啊，稍微有点浪哈、啊。你又没有桃子，这个卖血的话不值啊。七号位去砍了一下魏国，八号位没有动。我们这边的话，当然乐不思蜀没有问题啊，毕竟有巧变，然后偷到桃子好评。结果呢，偷到是偷到了，人家有貂蝉又在了。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，那么这样桃子又卖了出去，再杀来曹老板，就这样吧。哦，裤裆掏卤了、哦、那么场上感觉还有悲歌。哦，就这样吧，失礼了。二号位那边有闪电，刚才挂的闪电，结果下家是老诸葛。那么三号位这个、通通粘起来啊。那么这里按照道理老诸葛他也控不到闪电啊，因为然而闪电竟然意外劈中啊，这一劈是六个人的话十八血，扣除那个白银两血的话是十六血啊，非常可观啊，非常可观，这一劈啊就相当赞了。那么蜀国可能要躺赢啊，可能要躺赢，状态目前是最好的，当然貂蝉啊状态也还算可以。哦，那边还有太后顺手转羊九鲁，并没有啊，并没有。那么太后的话，哎呦，祝融可惜没刀啊。最后蜀国二 v 三，当然目前的话群雄整体状态都不好。噔，这个排序啊，当然他不敢乱调戏哈、啊，不敢乱调戏。那边太后直接收吕布啊，气暖三张牌到手，否则的话留着、啊、其实也有道理。你留着吕布的话，到时候蜀国收了。那也是三张牌，所以还不如自己弃牌，最后那个三张拿过去啊。我不能让皇啊。那么争夺一发，由于祝融没有距离啊，所以这边赶浪啊。那么目前的话，老朱还有一个庞统，还有一条命啊。所以刚才不知道太后为什么要挂闪电啊？能服于人。啊，那这样的话最后应该来说蜀国占点优势。祝融还好啊，放百将非常好啊，非常正确啊，女将放在了主将上，否则貂蝉在这边应该来说要完美克制蜀国了啊，要完美克制，都是我的。董胖横针的话控一下装备可以，那边通通粘起来，最后火攻强行
董胖，你再有装备又如何？我有铁锁打连环啊！所以庞统这刚才锁的非常的赞，非常的及时，而且啊，他本来控场刚才也控不到啊，自己判定加两张牌，朱荣也是判定加两张牌，这顶多关五张，他这个啊，因这个非常的巧合啊，天命啊，天命。一炸炸一锅啊，一炸炸一锅，而且那个甲鱼本来想按着的，甲鱼这个帷幕都没有出啊，按着的啊，结果被坑了。他如果不按的话，这个帷幕亮出来可能就要战爆了，要战爆，那样数啊反而可能要扛不住啊，毕竟为全雄一个四年洞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国战娱乐最后就到这里吧。那么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，谢谢大家。